那么 Panda Q 呢，也是进行到了第七期，节目呢也是即将进入尾声。这一期呢，继续沿用了一个九尾妖狐的板子，因为上一期已经是一个九尾妖狐的板子，所以大家对这张新的角色牌其实是有所了解。那么下面呢，简单的复盘一下这第七期的 Panda Q。在第一局游戏当中呢，我是一张猎人牌，井上桃子跟 JY 呢形成了一个悍跳，桃子给我发了一张金水，作为一张金水猎人。其实我对桃子的这个整个信任度还不是特别高，但是 JY 在发言的过程当中呢，对我这张牌的点评过于的少，所以我井上就认为 JY 可能是一张悍跳的狼人牌。到井下时候呢，由于底下两张牌，一张好人牌选择了弃票，而一张狼人牌直接冲票给了 JY， 所以 JY 成功吃到警徽。那前桌位发言的我希望为真预言家桃子耗票，所以我直接起跳了一张枪牌。但是由于我们位置的关系，大部分的好人在前置位的发言，到后置位三四五号牌三张连狼牌从九神开始进行煽动，帮主作为 JY 的一张金水狼人牌起跳一张九尾妖狐，强势为 JY 耗票。而 JY 自己发言的过程当中呢，也非常的用力，所以在第一天最后三连狼的煽动下，且 JY 作为一张自刀悍跳的狼人牌成功骗到了女巫的信任，也把我从一个为桃子耗票的这个心态慢慢慢慢掰了回去。所以到最后投票的时候呢，我非常的犹豫，但是这一票还是伸了出去，把真预言家给我发金水的桃子 冲出了局。但桃子一言呢成功打动我，我也坐实了这个反水怪的称号。那第一天真预言家出局以后呢，由于场上的女巫是明的，我一张猎人呢也在第一天起跳，虽然女巫很机缘巧合的夺走了一批倒钩狼囚徒，但是狼刀还是在牵。虽然第二天所有的好人都站回了边，但是 JY 作为狼队的领头人物，在出局以后他认狼，并帮队友指出了小五才是那张真九尾妖狐牌，他指了两刀，就是小五一刀加我猎人一刀。那狼队呢，根据 JY 的出局以后的遗言成功落了两刀，所以这一局应该说我作为一张猎人牌，虽然在井上和井下阶段成功的为真预言家耗了票，但是在最后非常关键的第一天的冲票环节我举错了票，所以作为一张金水猎人，我觉得这一局我的责任非常的大。当然 JY 作为一张狼人牌，他选择了自刀悍跳这一种非常一往无前的狼队的战术，我觉得也非常的成功。那第一局应该说狼队玩得非常的优秀，而作为好人团队没有能够齐心协力坚持自己的意见，我觉得也是好人团队的失误。第二局游戏呢，我是一张狼人牌，我们晚上狼队安排战术呢是桃子查杀我，做成一个狼查杀狼的格式，但我们在夜晚呢不小心刀到了真预言家零九，且被女巫救起。井上竞选的环节，零九作为一张真预言家牌第一个发言，爆了后置位井上的 JY 一张金水。那 JY 发言呢，大部分已经认下了零九作为一张真预言家牌。那 JY 之后呢，囚徒作为一张真九尾妖狐牌爆出了只有七条尾巴的信息，那这个信息呢给狼队以及女巫造成非常大的困扰。在狼队的视角里，我们知道酒神是晚上吃到一张牌，且他是一张预言家，在女巫的信息这个九尾妖狐有可能是一张狼人牌，所以呢我在那个位置我随机应变，我直接起跳了预言家，报了零九一个查杀，我的目的是为了博得九尾妖狐以及场下大部分好人的信任，并且把真女巫炸出来。因为酒神已经是一张饮水预言家，所以我们很难通过变的方式去把零九扛住在白天。那不出所料，李井作为一张真女巫牌，在井上末置位的发言，他就直接起跳了一张女巫牌。那在李井起跳一张女巫牌以后呢，我认为李井是一张女巫，而零九是一张真预言家。而前置位虽然报错信息的囚徒，我觉得他也是一张真九尾妖狐。那我觉得三胜已明，我觉得自爆是最好的方式，所以我直接在井上选择自爆。在第二天呢，我们安排王为团队做了一个牺牲，我们采取两连爆的方式吞掉了这个警徽。那我们直接落刀了女巫加预言家，落了两刀，且女巫没有毒到我们任何的一个狼同伴，毒走了一个平民。所以到第三天白天的时候，我们场上的形势其实好人只领先小半个轮次，就是我们两狼打两神，场上只剩九尾妖狐和一张猎人牌。那囚徒作为一张真九尾妖狐，他在井上他是撒了谎，所以到井下他发现他的身份可能不怎么好，
且狼并没有太落后的时候，他并没有直接起跳一张就要扑，而是直接认了一个平民，在第一个发言的位置进行了表选。那他这个行为呢是没有得到好人的认同，所以他和井上另一张前置位站错边的 Lucky 形成两个平民的 PK。 那由于我们后置位都是狼，而作为一张金水牌 JY 也在第三个发言，他没有很好的办法找到后置位的两张狼人牌，所以当我们后置位这个桃子归票的时候呢，归了六号的 Lucky， 但是呢形成了 PK。 那在 PK 过程当中，囚徒把他九尾妖狐的身份跳了出来，所以第一天我们是推走了一张平民 Lucky。 在此时呢，狼刀是领先的，其实我们只要落刀平民或者落刀九尾妖狐加找到猎人的话，狼都是可以直接获胜。但是好巧不巧，狼选择了唯一会失败的一种方式，就是刀到了一张猎人牌 JY。 那 JY 开枪打死后了我们一狼桃子，那场上呢只剩四个人，一张真九尾妖狐牌，一张狼人牌少帮主，以及两张小姑娘牌，那就是小楼和小五。那在最后一天 PK 过程当中呢，由于少帮主在前一天的发言当中非常的好，成功得到了这个九尾妖狐囚徒的信任，那在最后归票的时候呢，又是仅剩的两张平民牌，两个小姑娘进行 PK， 所以狼队在最后还是获得了胜利。第三局游戏呢，我是一张女巫牌，我晚上呢救了桃子，在井上竞选环节，桃子直接起跳了预言家，且又给我发了一张金水牌。那后置位狼人逍遥选择了悍跳，由于逍遥可能平时玩狼人杀的次数不多，且他被安排悍跳有些紧张，所以他的发言和真预言家桃子形成比较大的区别，而且桃子作为一张饮水牌，那由于狼人是安排逍遥作为一张悍跳狼起跳的，他们不忍心卖掉逍遥作为他们安排悍跳的一张狼人，所以狼人的发言在井上从狼队友李景和囚徒都有一些变形。所以当第一天桃子成功吃到警徽以后，李景选择自爆，试图来迷惑女巫是给桃子做身份的一张牌。但由于女巫是我第一天救了桃子，且桃子跟逍遥的发言差距还是比较大的，所以我直接把逍遥渡走。那白天起来之后呢，场上其实是三神三明的局面，而只剩两狼。而第一天井上试图为逍遥拜票的囚徒也浮现在所有好人的视野里，所以那天呢是成功把囚徒推在了白天。虽然狼晚上找到了真的九尾妖狐 JY 并把 JY 刀死，而少帮主呢在第三天的归票当中不小心归走了这一张平民牌王，但是呢小楼作为最后一张狼人牌，他选择去落刀一张名猎人零九。虽然零九在投票环节是投出了王，但是呢从轮次上来说好人依旧是领先，所以零九倒牌的时候带走最后一狼小楼。所以这一局应该说好人赢得还是比较轻松，因为狼第一天砍到了真预言家，而真预言家被救起，而他们的悍跳狼人逍遥呢发言也不够的好，而狼人由于是为了逍遥的悍跳不忍心放弃这个狼同伴，所以发言呢有些变形。所以第一天呢其实狼队的阵型已经慢慢暴露，虽然好人犯了一些小小的错误，但是不影响最后的结果，所以第三局还是一个好人赢得比较轻松的一局。